由于方国轩把煞神的腰子给嘎了，导致煞神变得异常的疯癫。为了找回我的好兄弟煞神的腰子，我再次和煞神来到了闯关之地。那么我能否闯过紧张刺激的盘石洞、欢乐异常的扯淡跳远，以及最后的智障问答，然后获得煞神的腰子呢？感觉主播能够挑战成功打个一，感觉主播挑战不成功的发这个小姐姐表情包。这一次我要你们最好看的小姐姐。Nice。哈喽啊，兄弟们，给我把爷又请回，打在公屏上。没错啊，我又来跟煞神给他一起路闯关了。上期视频呢，由于没有找回煞神的腰子，导致啊现在的煞神变得异常的疯癫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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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君咪哇卡哇伊。不行啊，兄弟们，看来煞神的病情现在已经非常的严重了，我必须得快点闯关啊！这里的第一关让我们勇闯盘石洞。哎呦我去啊，兄弟们，这个盘石洞太凶险了，我去！可以看见了下面的全部的蜘蛛网，这要怎么过去啊？哎，这里有个箱子，一个点赞拿一个。哎，兄弟们，合作这么多年了，就不要我说了哈，你们赶紧点，咱们直接打开箱子。哎呦我去，这不煞神的菜刀腰子吗？靠这个东西咱们也过不了关啊！毕竟啊，跳到这个蜘蛛网上面就动不了了，等待我们的下场呢只有一个，掉下去嘎掉。于是呢，没有办法，咱们只能四处的寻找。找一下，看呢有没有什么能用的物资。万万没有想到啊，我来到这边顶上之后啊，发现这个地方的一个告示牌，发和煞神交换夏天即可获得通关物资。好吧，兄弟们，帮一帮主播吧。可以发现啊，这下面的有一个箱子，箱子里面的有一张床，咱们可以用这个床啊，直接跳过去，踩到床上，然后直接过去。OK 啊，煞神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，我去，你坐在床上怎么过来的呀？原本我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是万万没想到，煞神居然被这个蜘蛛精给勾引了。奶奶弟呀、啊，你腰子都没了，你还在搁这里跳舞？哎，兄弟们，不管煞神了，咱们继续闯关啊！第二关扯淡谈谈乐。哎呦我瞧，这么高这么远，这要怎么过去啊？跳肯定是跳不过去的，咱们先看一下作者给提示吧。一个表情包拿一个。 OK 啊，兄弟们，帮个忙哈，打开箱子呢，发现是一个自流型跳跃药水，说不定啊用了这个药水咱们就能跳过去啊，咱们试一下。 OK 啊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啊，话不多说，我跳。哎，兄弟们，没办法，看来我只能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。来，煞神，卧室你爹。果然啊，我把这个咒语念出来之后啊，煞神的变了一个样子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坐在煞神的身上，然后呢飞过去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哎，煞神，煞神，你别退游戏啊，我操。第三关智障问答，猜错的发一个啊。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一关啊由你们来猜哈。可以看见了，这次又是一个海绵宝宝，但是啊它的选项不一样了。 A 猪猪侠， B 美羊羊， C 赛罗奥特曼， D 朵拉。好吧，兄弟们，你们猜一下 ABCD 咱们选哪个呢？说实话这个东西完全猜不到啊。好吧，兄弟们，你们先猜一下，我直接随便一通选。哎呦我去， A 是错的，咱们直接选 B 美羊羊。哎，兄弟们居然对了，但是啊话说这个东西怎么看都不像美羊羊啊。哎，不说了，咱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吧。这个美羊羊狗看了都摇头，你们的啊呢？好吧，兄弟们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哈。经历千辛万苦啊，咱们终于找到了煞神的腰子，可惜啊这是一个密码箱，需要密码才能打开。哎，煞神居然找到密码了，1314。 OK 啊，咱们直接打开。煞神啊，你确定这个电风扇是你的腰子啊？这个电风扇狗看了都摇头。不说了，煞神啊，我把这个电风扇给你装进去试一下。哎，别煞神，你干嘛？如果有天我离开了你的生活，有天你还爱着我。